下来怎么下？没有。布里斯多点艇的施工方法就相当于我在我的铁路南侧一个拼装的一个场地，一片一片把它拼装好的大积木一样把它拼装好以后呢，我再利用我的布里斯多点艇的这个设备呢，就相当于把手一点一点把它移过去。